好，接下来我们的欢迎晚餐就正式开始了。哇哦！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大家吃的第一道菜就是我们食堂最具特色的拌面。我们准备了30样食材，由我们三位新人来进行盲选，每个人从10个里面挑一样，最后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道拌面。这咋还有糖豆呢？面里还放糖豆呢？ 臭豆腐乳，腰花，蜂蜜，芥末，这是浇头，这也不对呀、啊，这都榴莲，这是浇头，珍珠是浇头。三位新成员，谁第一个来进行选择？ 不是你先选吧，你先选吧啊！我先选，你选，他们不舍得锤你，你对，我先选。哇哦！听得到我说话吗？他也没记住，来来来，开始吧。第一次的选择，准备 ，Round One。 一号食材，酱油不标了吧？食勺，食勺，哎呦，有点多，太冲动了。食勺酱油啊，多咸。二号食材。 黄瓜丝儿可以，黄瓜丝儿。我要一勺，一勺也要揍我。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你挺极端的，你就不能中间一点吗？为什么一勺也要揍我？8号食材，珍珠。这什么味儿啊？ 8号食材我听不见啊，听不见啊，给我来8勺吧，珍珠，7号食材，晨哥要疯了。 我昨天晚上咬了我自己的舌头，咬了一个巨大的伤口。哎呦我去！一会儿如果真的是有芥末或者盐什么的，我可能会疼疯那种。7号食材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4号食材，全到了，好吃。5号食材，2勺。OK， 珍珠酱油煎蛋面，看看吧。Oh my god！酱油，你选了10勺，黄瓜丝你要1勺，然后煎蛋全放。 10勺，11号，11号8勺，可以，这个可以，15号来2勺，小鱼饼干，13号来1勺，恰到好处，12号8勺 ，OK， 可以，再下一样。
16号。盐可千万不要多呀。来3勺吧。还行还行还行，3勺盐还行。已经10勺酱油了，又加了3勺盐呢。哎，面选对没？选对了，选对了。面 OK， 面太牛了。我要没有选上面，咱就知道吃的是啥吧？光吃卤。来，该你了。开始了啊！金林，你是21到30号啊，但你的规则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会同时给你2样食材，一个是好的，一个是不好的，2选1。好吓人啊！来。21。21。来3勺。豆芽，哎，我不吃豆芽。那也比墨鱼汁强啊。24。23。来5勺。我不吃豆芽。不能提示了啊。好好，不提示不提示不提示。25和26啊。一个是牛腩，一个是臭豆腐啊。哎呀，不提示不提示、啊、不提示，不耍赖不耍赖不耍赖啊，不提示。一个是牛腩，一个是臭豆腐啊。24。23。哎呀。21。21。23。都是单数是吧？25。25。来。多来点，来7勺。哎呀！抽上，抽上，抽上，抽上！哎呀，27是腰花啊，可以啊。哇哦！可以啊。我选单数吧，1357嘛，27。来4勺吧。猪肝和榴莲，这不提示了，真不提示了，不提示了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30了。啊？想好。30。想好。哎呀。30。想好。哎呀。哎呀。哇，30，不行不行，这个不行。哎呀。30是绝对不能选的，最后一个呀，最后一个他选他，他有问题。29可以多选一点，29来10勺，那就道理吧，都道理吧，29都道理。别。OK OK， 好，行吧，棒棒的。结果导演组说把刚才的东西都去掉，剩下的煮一锅面，剩下煮锅汤。现在我们厨师给大家拌好，拌好之后大家就分享了。能不能想想这个酱油厉害？齁的慌。还好那个榴莲咱们止住了。榴莲、奶油、臭豆腐要整锅里了，火腿的了。拌好了，来，来，都尝，都尝尝，都尝，都吃，都吃。来，酱油、猪肝、虾仁、珍珠面。来，受点咸。真的也太咸了吧！太咸了，我尝试稍有点咸，还可以啊。我都嚼到那个盐的颗粒了。